您来看听，哎，讲述你现在哪里不舒服。哦，就是像第二节课开始的时候，这里一直都很痛。哦，坐着的时候很不舒服。这现在坐着正不舒服，而且现在刚刚能牵扯到这中间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哈接近胃了，胃上端了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就已经痛了很多。那这里邪热痛，那这里如果邪热痛，我们要处理哪里？大家知道吗？前面找后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里一直对过来，它应该是在，来你侧面哈，前面对过来，应该旁边就在这里。对不对？所以他这里出问题了，那前面的问题也是在这里，所以这里到这里其实都是在这一段，哦，所以那如果心脏的呢，胸闷啊心悸就在这一段，而且胸有点闷，哦，胸也有点闷，哦，现在也会闷，哦，那这里一定也有问题，就是，刚刚都感觉胸有点闷。好，那这个都可以同时处理，等一下我们把这里按完，胸闷就可以解决，再按下来，这里就可以解。而且我那个乳腺有肿块，有肿块。那乳腺有肿块，甚至肩胛骨内侧就要处理了。好，这个等，但是我现在先把你的症状先解决。你现在就，你哪一边有肿块？两边都有。医院已经叫我要住院手术，但是我真的，我就是想来学习，我不去做手术。哇，你太聪明了。那我帮你做。我坚信，你能够，就是相信你能够治好，我不去医院。我也相信。我坚信能够好。好，那我顺便帮你肩胛骨两侧也帮你按，因为它这个可以直接到胸部来，它也可以让胸闷更快速的好，所以就顺便治疗。那它这样就会增加我们的时间来。您翻过来，他现在就是肩胛骨内侧这里直接对到胸部，哦，就是西医要帮他手术的地方。那这两侧都是，那胸闷这里就可以解决，那这里会帮助胸闷改善。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胃的问题也要解决，还有邪热的问题。平时胃都会有点不舒服。对，所以这里都是要同时解决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整条要按到这里，还有这两侧。好不好？那您趴着，好。他现在讲的我稍微复述一下，就是进到地下室不通风的地方，突然间心脏跳得很快，对不对？他突然间连动都不能动了，好像渐冻人，就被点穴了，点到死穴就死在那里。那这个其实还是一样的情形，就是不通风，突然很闷，筋就会绷紧，懂我意思吗？他筋一绷紧，他一定是胸椎上胸椎，因为这里跳得很快，哦，心脏跳得很快，那这个一定是上胸椎出问题。我这个在台湾已经处理很多个案了，也就是心跳得很快，我当场处理，甚至我在演讲，那时候台大会馆，去年的台大会馆演讲也有处理一个，就是当场心悸，哦啊，马上按，马上心悸就解决的，哦，这种个案也有，在大陆也有遇到，第一次来也有遇到心脏跳120下。快跳出来，啊，也是这样，就是紧急处理都可以处理的好。哎，我们刚刚讲的急救这两条，所以那两条非常重要。啊，平常就要做，平常就要做好。那我们开始来做，你这个后面的扣子有好，好。那这个就比较复杂，因为我等一下会帮他再做肩胛骨内侧炎。这里疼吗？这里呢？这里开始痛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不是也痛？好，这里疼吗？也疼，对不对？好。啊，这里也疼，对不对？又酸又疼。这里又酸又疼。这个。有点好。这里也疼，对不对？这里疼嘛哈，这里还是心脏的部位哈，如果我们对过来，越往下就
这里就是胃了，这里就是他刚刚心，哇，这里胃上口对过来差不多，这里胃区嘛，所以他这里特别疼。所以我说哪里痛对应过来一定有一个特别痛点，好，这个绝对可以找得到，这个特别疼啊，这里呢也是特别疼，是吧？好，就是这一段嘛。那这里呢？这里没那么疼，就没有那么疼了。再下来就好一点了，是吧？好，那就完全符合刚刚他前面对的，就是这一段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找这一边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。这里都还好，对不对？这里就开始疼了哈。这里呢？差不多。这里呢？这里也稍微。也哈。这里呢？这里没那么疼。就没有那么疼。没那么疼。好。这里应该就还好一点。对不对？对。这里就还好。那它的痛点主要是集中在右侧。好，右侧。那我再把那个内侧炎这个顺便做一下。这里疼吗？这里。这里没那么疼。这里没有。好。那真正痛还是在这里哈。那这边我顺便帮你做一下好了，这个肩胛骨。我现在按的这些点你就注意一下哈，回去就可以出。这个痛吗？痛。这里也痛哈。这里呢？这里还好。现在就没那么痛。哦，所以真正痛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最痛。这里最痛，好。好，那这里我再帮他重复按一遍哈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胁肋痛，就是你前面的你就直接对过来，旁边的也是，旁边的就直接画过来，旁边找中间都是以这样原理。它左边比较不痛，没有像右边反应那么强烈，所以左边就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，大概按一下就带过就好，反而是右边，右边整个筋都绷得比较紧。好，你看每次按到这里它就很疼，好，所以这里才是真正它的病因所在。对，这里最疼。对，这里最疼。好，那我这里帮你多舒缓一下。那你感觉看看。这里不疼。这里不疼。现在不疼，因为我刚才坐在这里，一阵一阵疼痛的，我很不舒服。是。现在胸也没那么闷。就比较舒畅一点。好像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，就是舒畅了很多。而且昨天我睡平时睡觉就是经常很难以入眠，或者是中途总是会醒。然后昨天晚上睡觉前，同宿舍的两三位同学帮我按了之后，我昨天就一觉到天亮。是哈。感觉特别舒服。我也跟带我来的老师也跟他说了，他说这样就很好。是是是。谢谢。不会不会不会。谢谢。